开的。哈哈。来麦当劳就要吃猪肉。那有猪 burger 还是泰国根本没有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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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一个是美式番茄酱，这个是马，这是什么普通的？紫梅，你不要歪我，这个是美式，这个是普通。啊，这个美式？啊，要美式。真的？好，这个是美式的普通，然后这个是泰国辣椒酱。这个是我十块钱马币十块钱的 Sprite。嗯。哎哎哎！好爽。还有这个 Sprite 是 no sugar 的。糖水。try 泰式酱。也一点都不辣，是美式。好，不让我们去美式的。拿过来，这是鱼，不是你的鱼。拿过来。好，没有差别。这个是油条，好烫，好烫。嗯，油条很好吃。零二十，十，零二十五。看女生没有，他们他们觉得这边的学生有泰味，没有，没有，后来是讲这边的女生的校服很美啊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文化，他有讲他比较希望这边女生哦，看那边，看那边，看左边，看左边，看左边，看好看好看好，哪里？我去做访问了，哦，烦死。我有 TC， 我把 passport 在这边签什么用？你差点遗漏我的 passport。你刚刚比一个赞，没有，我要你刚刚比一个赞，你刚刚比一个赞。再比多一次，再比多一次。他找到我学生妹，好下手。没有找学生妹，快点讲。没有，有。他讲哈，泰国的女生美女比美女多，快多。快，各位在下面骂他。我买了我来到泰国的第一样东西了，很可爱哦。它是那个CBT 的，因为我感冒嘛，所以呢就买到一个，看还是小小个，然后打开就可以，哇，天堂，太棒了！你们懂中国是讲练腹肌的吧？中国真的是这样子练腹肌的。懂懂是这样练，痛痛。点点好可爱哟、哦！这这有什么可爱？有我。走开。很红的火山排骨，还好。哇，这里啊，这里的食物都是冷的。这排骨勉强，刚好。还行，很咸的蛋。反正鸡蛋不是普通的咸，但是它鸡蛋是唯一里面热的。伙伴们，你们吃得开心吗？嗯嗯嗯。哈哈哈。你吃吧，我们不会吃。Steady， 没有 Steady， 来你 Steady， 没有哦，没有人要跟你 Steady， 没有吗？好喝。我今天我是来看你啊，不浅，又看又喝。我们有哇，这个其实是这里
著名的水果西施，人家帮他取名，真的的。姐想吃啊，我做什么？他不好意思讲，刚刚。哇，老味。Big size。通常啊 ，Oyster 吃完就是去拿那 Plaza 了。嗯。像多辣椒啊。嗯，我要这个。成交，恭喜树冠成为酸芒果的拥有者。我们之前啊，在另外一排找到很好吃很脆啊，可是那个店不见了。如果觉得这个软软的。我们来吃看，味道一不一样。嗯，不一样。啊，真气。再看这个，可以接受吧？要求量高了吗？好吃还是好吃？不一样。还有可乐冰箱，好爽。嗯。啊啊，好爽，太爽了！我妈最好这个我怕。哎呀！哎，好好吃。这个酒呗？有酒吧？有。我要喝一口。好喝的，好喝的，你下杯啊。哦。好喝不？哇，好吃啊！有酒味？很少啊，为什么？有啊，导播看下去了。没有酒味耶。好喝。对。哎，这些土西。Seven each 的热压，这个是 Sandman cheese， 这个是 Duna， 咔咔咔咔。我觉得没有以前好吃嘞，普通。嗯 ，Duna， 嗯，最好的，嗯，很好吃。我们来比赛，看谁先大便。我们这三位一直要大便，出去玩之前大便。哦，我感觉啊，我感觉啊。来，我们要出发去海边了，哒哒，我们到了，哇，超美！大家好帅，我们现在到了，然后我们要出发去。出发去坐船，然后玩一些水上设施。这里的话，你们就看蔡长勇的影片就好了，因为我就不拍了，有点危险。好晒呀！各位要黑一个5个度了吧？你看这个蓝天。我觉得听话一点话，太可怕了，我要坐着。玩水后的惨样，整个头发打结。那我们现在到吃东西的地方，那叫什么？Punpin，然后我们来吃海鲜。好吃吗？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是蘑菇，我辣椒好好吃哦。我听到什么了？好吃，你这个头脑歪歪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介绍吃，我觉得这个菜好，很好吃，这样讲看。你没点我，你干嘛讲话？真的，不要笑到我了。逼到他们看起来就很厉害。哎，哇哦，你我们来哦，不好意思啦，我们来吃吃看这个虾饼，看虾饼沾一下料，看如何。虾饼。哦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すみだ。おも。老公，不给おも。阿罗，阿罗，阿罗，你呢？好吃，各位，追追，风追追。
沾这个酱料。嗯，脆脆脆，好香啊！真的好吃耶！哇，不，小红书推荐，这个中文叫什么？青柠檬鱼。青柠檬鱼，讲一次不骗。不骗 seafood。No, yeah, 不骗 seafood。不骗 seafood， 然后它的意思中文是很新鲜、很鲜的海鲜。各位，吃一口这个鱼呢？如果你超级新鲜，这个不要吃口先，超嫩。来这里一定要点那个叫什么？螃蟹冬粉。螃蟹冬粉，我跟你讲，它冬粉全部都是螃蟹的味道，很香，真的很香，超级香哦！我不吃冬粉啊，我很讨厌冬粉啊。它是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入味的冬粉啊！啊，我们来吃哦！哦，一起点点，什么？马西索，哇，那板蓝的，看起来像我那个古玩烘烤的那安安的周边包，你们不吃小一些吗？呀！哇，我们这边吃面包。开动了，第一个先吃什么？纽特拉的面包。嗯，还没跟牙膏。放什么来？嗯，里面是奶。很满哦，这个。哇，它的料丰富率哦，好吃啊！好吃，多好吃。很扁，我也很扁。就很好吃，就很好吃，很好吃啊！不甜的，就是啊，你喜欢那种？哇，这个里面什么来着？牛奶啦！哇，很香哎，喂，这个要放中间了。我们现在要放这个阿萨，它是集合了很多很多潮牌的店。你们这两个人，每日。喜欢这两个颜色吗？只爱卡其。哦，这个包包好可爱哦。Oh my god， 好可爱。刚刚的战利品买了一个小包，这小包很好看呢，然后才980，哎，990，大概100多马币。来装东西用收纳包。哇，我们再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地方，带你们去看 sticker。小小样的东西好可爱哟、哦！你怎么在这？来嘛。很低秒哎，很可爱耶。买一个，你带？全部都是你喜欢的东西。我很喜欢这种小小样东西的店。哇，这个好火，这是什么？粘在后面的，好可爱哦！呀，太可爱了吧！我要买。看它的装潢这些，超级可爱了。感觉佩玉就会喜欢来这种店。佩玉，各位，我在这里看到了，中国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这贴纸一个要6块耶，值得吗？6块，可是很可爱，中国。6块多，中国。中国就买了，还等什么？跟我一样帅的东西一起买。买给谁的？给佩玉。胖胖猪猪，所以买什么给他？我要再找迪哥，他很喜欢那种涂鸦式。对，这种涂鸦式迪哥。他最喜欢。因为我们买完了，他这个店名叫做 Daddy。下面人家 Daddy Sticker， 我买了很多东西，戒指，这是买给佩玉的，他喜欢火锅，买了恐龙火，我们地喵成员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火那个手机的后面的架子。买了这个是否之后可能拍摄道具要用到的？
这是买给佩玉的，是不是很佩玉？超级他，这里很好逛，各位一定要来。我们在这里又找到了一间很可爱的店，它是一个 Frank 的杂货店。我有店员帮我开门呢。上完你看，哇！天哪，泰国太多这种好好看的店了。在排队等甜品 ，After You， 我们每次来泰国都会吃的。这个是 Mango Sticky， 绵密的冰。这是 Mango Stick Rice 口味，书上不要点，是我要点的。哇，它的那个 cream 哦，是糯米饭的味道来的。这个东西，然后这是 Mango。所以可以吃到糯米饭的味道，哇，里面有糯米，还有真的芒果，天啊，嗯，哇，糯米也好好吃哦。这个是 Thai milk tea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的 cream 我可以接受哎，因为它的 cream 真的是每个不同味道的。它的 cream 是真的是 milk tea 耶。以前我们来这边就会吃那个榴莲冰，榴莲冰也是很好吃，可是现在 menu 应该是换了，已经没有了，还是很好吃，100分。我现在期待我的火鸡叉，各位我的爱来了，火鸡叉，我要从这边拿。哦天啊，太好吃了！它那个 cream， 它的 cream， 它的 cream 是茶味的 cream。各位，你们看到这个吗？那我们下个礼拜。Oh my god！ 哦，我们下一个密码。我们来试试看它的 waffle 脆不脆呢？嗯。哇，好 waffle， 100分。我们每次都在那边吃饼，越吃过 waffle， 不是、啊？没有，它的 waffle 是新的。新东西啊？之前没有的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刚刚吃的是布雷肉面包。啊，还有啦，布雷肉在这里。OK， 很棒棒。小布雷啊。嗯啊，对对对。全部在等你拿水。不要让你，你懂为什么他装那么多吗？因为他刚刚已经被我叫你装水三次了，你叫我坐在里面给妈妈。来，准备。二、啊、三。开杯，开杯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给。不要水、啊。给，不要这样烂赌嘛！啊。好了了。这个不要烂。什么都要赌。这是一个游戏。哎哎哎！哎，你多，你多，你多。哈哈哈！是。零。五。是。哎，好。喝啦！哇，这盆辣椒感觉很好料。各位，那一串熟成的，然后搭配这个看起来很恐怖辣椒啊 ，spicy spicy， more spicy。辣，辣的话我就不要吃了喽。味道很辣，但是很好吃啊，辣椒，很香。哎，你好，甜甜的，嗯，像我一样甜甜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到了瓦阿伦，然后呢？中文叫郑王庙了。郑王庙，然后其实我们来过一次了。对。是之前我们坐船来哦，结果一下子走了又要跟船。我想说，我的裤子不会太短吧？结果我。膝盖上也是不行的，所以他现在给我一块布，我现在要穿。所以跟大家讲，来到这里呢，就不能要穿全长，穿长裙也是可以。你们看书生几好看，红色的裙子。安迪，安迪，安迪，书生，你在敷孕妇掉？来了两次，还是觉得这里东西真的是很震撼，好好看哦。我们这一次来难得，天气比较没有那么强烈，你看，风超凉的，哈哈。不是，我不明白，进去拍不就好了？懂什么？这种感觉你懂什么？你懂什么？看不到东西。哦，各位孩子们，掌声。
来教来这庙。懂什么？好丑哦！哎，你们这种不懂。好像什么仪式的感觉呢？你别拍我，我不要讲话，我不要讲话。好适合这里哦！我觉得我要来这个地方，我超这样亮。恐怖恐怖，一点点都恐怖恐怖。搞我自己看。你看他怎么走的，你看他走。那你走，你走。不恐怖、啊。不恐怖啊。恐怖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还好吗？还好没？我们哥蹦啦啦的宣传大使 ，Daddy 快点。什么 pose？ 哥蹦。宣传大使哥蹦。哇，新月教你耶！耶、yeah ！哇，新月教你拿 framing 耶！啊 ，come on， good，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nice year。Hello， 新月。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。Yes， yes， nice， nice， yes， good， nice。哇 ，nice 哦！这一招我用了很久，去每个地方都在用这一招。可以吗？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嗯哼，呀，好乖哦，他乖乖给我了啊，哇哦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传说中的猛男餐厅耶，我挺开心吧？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 ！Oh my god， 竟然你失望了？紫的，对，我们就是穿这样子的，他们会跳舞给你看的。走，我们进去。好。我还要不要穿了？原来。下雨 again， 好可怕，超大。环境很好，食物也好吃，大家可以来。我的爱又来了，螃蟹冬粉。这里的也很好吃哎，但是还是那里的比较好吃。哎，救生兵吧！救生！救生！哇，一元秒，一元秒！真的一元吗？哇！你们去买账号啊！我没有想到我的 EMO 这么的太恐怖了，我没有准备好我的那个庆祝啪啪啪东西。EMO， 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这叫 EMO 喂，看不见，哦，看到吐完了喂。呀，我们现在到 Chatucha Market， 哇，好大，都是摊位哦。然后呢，来到这里他就会跟你讲，现在哪一区颜色是卖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们这里有一个。没有，我这里有个红绿灯。其实是因为我衣服没得搭配，我现在买衣服。各位，你们看，它就是一个好密集、好密集的 market， 不知道怎么样形容，好像在这边一定会迷路这样子。如果你太大了，现在我觉得。对，如果你不跟着那个线走的话，感觉就是会迷路。我们已经迷路了。耶、yeah ，各位，我 get 到一个 IKEA 包，这个包多少钱啊？手做的。马币大概，八三二十四，三十多块咯。三十多块，我觉得蛮划算的啦。一个环保袋，而且还可以再重复利用。我们就不要用那么多 plastic 了啦。只能讲这边真的很多人，又热又多人，我都不敢讲走啊，太多东西了。哎呀，百万元就不要头发乱了。烦死了。Who am I？ Who am I？ Who am I？ 现在好像你妈咪哦。Who am I？ 百万 YouTuber。好像你妈咪哦，像吗？我妈没来泰国的吗？哎，有一点哦。但我妈没那么年轻哦。各位，我们找到很平价的裤子，这些裤子阔裤哦，180一件嘛，差不多十多块就有了。是不是？
西北划算，你看。我觉得应该是中古了，不然不会卖这样便宜啊。淘宝都没这样便宜啊，跟你们讲。各位，看我们满满的战利品。你们不要以为看起来很小哦，我们塞了很满。你们想看我们的战利品有什么吗？我觉得我等下回去如果有时间，我直接给大家看，真的很好买。而且我发现在这边哦，大概有三个品牌是可以很常买到的。对 ，Polo， 哈哈，还有 Dickies。这边真的很多很多。但是有些店好像是不是正版的啦，你要去检查清楚。这个给大家一些小知识啦，如果你来到 Bangkok 旅游哦，以前我们都会搭嘟嘟车，还是搭 taxi 嘛。但是重点是哦，嘟嘟车现在听说价格比较贵，然后 taxi 有一段乱砍游客价钱，现在 Grab 也比以前高了蛮多价钱。结果我找小红书有一些人讲哦，有一个 app 叫 InDriver。你用这个 app 哦，你可以叫到车，但是有时候下雨还是 traffic jam 的时候不一定叫得到。但是如果叫到的话，基本上价钱是比 Grab 便宜的。对，蛮便宜的。但是最后如果你真的叫不到很赶时间，你其实可以叫 Grab 罢了。Uh-huh. 所以我觉得首选是 in driver Grab， 然后就没有第三个选择，就这两个吧。除非你走路搭 BTS 啊，但是蛮塞车，而且最近我们来这个月是雨季哈、啊，对，他们讲是雨季。然后这个 in driver 还有一些很奇怪很奇葩的东西，就是你一开始比如说选去哪里是不是、uh-huh. 它会大概给你一个最低价，假设我是从 A 去 B， 它那边可能 auto detect 是128，可是、哦、你可以加或减，加18减18，因为你128如果你是 auto 不到车，你就加一个18看看有没有 auto 给你，就是要 beat 这样的。对对对，就像刚刚两辆车我们去 check 嘛，一辆车是我这辆是用110块泰铢就已经交车了，但是永杰那辆用110一直交不到，我们加十块120交不到，130交不到，最后用140多来交到，所以其实也是看运气啊，看你运气交不到便宜的车、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哦，他车每次到手就有一个5分钟的 free waiting， 我们还没吃过，如果超过5分钟还没到会怎么样啦，应该加钱，我猜是加钱啊。所以大家如果来曼谷哦，可以试试看 InDriver 的 apps。还有就一个点是 InDriver 交到车基本上是跟 taxi 长得一模一样，它不是那种私家车，它是黄色的车样子，应该是不会乱加钱的，因为我那边都写那个价格了，但是我看这辆车是有帮我跑 meter 啦，希望它的 meter 表跑的数目跟我刚刚 app 的数目看不会差太多，如果会差太多我们有永杰我们有葛鹏喇喇帮我们 OK Daddy， 不然就叫他讲 sorry。现在到我们的晚餐时间，然后呢，今天晚餐特别的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呢，今天我们要来试吃一间有大麻餐厅的地方，因为大麻最近合法化嘛，所以呢，我们想说来到泰国可以 try 看，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东西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完整关于这家餐厅的东西，你可以看蔡尚勇的影片，因为蔡尚勇有发一个关于这个我们在泰国试吃大麻的这个影片，现在既期待又害怕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给你们看一下这家店，它的装潢哦也是蛮漂亮的。就是这家店叫 Q Kai Ka， 很漂亮。其实它就是像一个完美这样子的餐厅啊，百万 YouTuber 哦，是这样子做。我做功课，我要做功课，所以啊，都这个摄影师都够。各位，这杯是我的大麻饮料。我们来试试看第一口好不好？哎，不是在我的影片拍吗？就是其实我们在某些地方呢是有嗅过大麻的味道，就是朋友来跟我们讲，这个就是大麻的味道这样。所以啊，我没有说声有报，真的我不住，是血咩？就我不懂那个味道，是那个味道，我不会记很久，但是一经过我就知道啊，那个是那个味道，我有嗅过。所以你们不要乱抽大麻，还是很容易闻到，因为很容易闻到了，就是很明显的味道。哎，这个就是没有那个味道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食物到齐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有特别的人物跟我们一起吃晚餐，我们这样在泰国相遇，流汗了，开始。哎，他叫我们来try看大麻。又是用泰国腔，又是用。重点是什么？这是他来泰国第一餐就吃这个。对。其实嫦娥那边也是挺不一样的东西。用我来国腔。打啦。对啊，这个大麻料理，你觉得 OK 吗？我觉得 O 不 OK？ 我们看你的影片。对啊，我拍了一个完整的大。我是把大麻跟大麻分弄错，懂吗？喂，不要改，做啥？这也是改，什么？
我很小声啊。这个大麻料理其实没有想象我们的这么上头啊。也对啊，因为餐厅也不可能真的上头。看我的影片，看我的影片。我们今天来到 Big C Super Center， C 呢是我们每一次来泰国一定会到的地方，主要是可以买到很多很多很便宜的零食啊那些。今天我的目标呢，等一下给你们看，我应该要买一个十包回家，太好吃了！又到这里啦，这是这么大的地方。喜欢 Lisa 的定位知道这个是什么？亚东，他的各位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蛋也很辣。如果你们想要知道那个感受的话，可以等一下我的新影片哦。你的爱买给他，已经不像从前了。我们从前呢，还如果有看过我们以前的 vlog 的话，去泰国第一次吗？有什么就买什么。对，那时候我们的篮子是满满的。我印象会买到钱包没什么钱。对，现在呢，我们在想，我们到底要买什么呢？我感觉一定要带些东西回去，但是不知道买什么。那东西要买耶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买龙眼干芒果干的，它的芒果干跟龙眼干是真的好吃，而且也真的贵。本地马来西亚都是有不一样的味道，是真的贵。买了这些，但让我很期待的是这个耶，一个巧克力薯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然后呢，这是买给我妈妈咪的，这个也是买给我妈咪的。芒果干啊，一些辣的小零食，就感觉很好吃，很辣。然后呢？好像也没什么了呀，无聊人士。然后呢，各位记得你购买2000，就最少2000以下，就是最少2000的话可以退税哦。我们这样子买了3000多，退了大概有100块马币。各位，我们先回家了。哎，美好的泰国之旅将结束了。Yes， 我们的 company trip 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我们的钱包也结束了。下一次 company 去会去哪里？期待哦！给你们看我的肚子，要不要？哎，看不到。应该吃胖了3公斤，3到5公斤吧，好可怕。你那时候脸都胖了。有吗？有吧。OK， 我回去好好克制自己啊。这个泰国的公司旅游的就到这里喽。如果想看更多 vlog， 欢迎来到常有的这里。我这次在泰国拍了5支影片，不愧是百万 YouTube。Hello guys, this is Air Asia Flying Sea。看到没有？还称赞我。我有拍2支影片，还有1支吃吃辣的，所以你们看完这支影片，应该下一支或者上一支是吃辣的影片，大家记得去看哦。今天就到这里啦。我必须要称赞一下 YSL 的粉底，真的很好用，看到吗？它虽然有点偏干，但很服帖，真是雾面感的粉底，太帅了！快了，要飞了！你看，真的很。